我选一号，我选一号，我选二号，我要二号，我要一号。怎么我选哪个你要哪个呢？你选的指定是好的。要不咱俩石头剪刀布，谁赢了谁先选吧。来，石头剪刀布，哎呀，我赢了。你先选吧。那我就选一号。那我选二号。打开一号，看看一号里面都有什么。哎哎，哇，我这么好吗？有猫爪和小猫蜡棍，五种不同口味的蜡砖，还有混合口味的细蜡棍。我也打开我的二号，看看里面都有什么。哇，好多好多呀！首先有四块芋泥蜡砖，还有彩色蜡豆豆，还有这么多超多图案的一口鸟。我觉得还是我拆到的二号辣饼的好吃。我的一号辣饼的好吃。那咱们就来吃一个，看看谁的好吃。我来吃个芋泥蜡砖。那我吃一个细蜡棍。葡萄味的，果香特别的足，这一咬都喷了。这个辣非常软，它比较干，它不上牙子，咬完吐出去。我要来吃我的芋泥辣砖，哇，满满的芋泥，快看呀！天哪，吃一口，这个辣还真的非常的软呢，这芋泥好香啊，快看！你们喜欢它的一号还是我的二号呢？